明末隋唐何景荣31号出席超商新品发表活动，为新系列商品担任走秀嘉宾。两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以黑色系现身，晚上就是艺人 Selena 的婚礼，九令也是受邀宾客之一，不知景荣是否会和他一起参加吗？就会一起去 Selena 的婚礼吗？没有，我们还没认识 Selena， 所以没去他们，就是带你一起去，会跟九令一起去 Selena 的婚礼。我不去 Selena 的婚礼。景荣这次无法和九令一起参加婚礼，而虽然隋唐和 Selena 不熟，但依然给予了最真诚的祝福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